好，我想问一下各位，有没有自信让异性在十分钟之内爱上你们，喜欢上你们？我可能就不能太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，但我知道我什么场景会比较吸引人，就是在私下自己练舞的时候，我会录视频嘛，回头我在看的时候，有被自己就是有被自己那个词已经说一半，有被自己。他不是暗恋，他是自恋。哦，我们刚刚好像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，对，不是，怎么会突然自恋？自恋。哎，你还记得梦辰姐姐刚刚问的问题吗？就是十秒钟嘛，十秒钟让别人爱上自己。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完了，那如果是那个状态的话，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嗯。再次延伸出高徒了。但说句实话，陈毅跳舞啊，真的是非常有魅力。是的，陈毅。那个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吗？行，如果女生有喜欢有心动的感觉，就我们拍灯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捧场。王晨毅 is show time。哇哦，他现代舞的风格，对，现代舞。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。哇！帅！我理解为什么你会自恋，确实很帅。